本次拍卖的标的是宁波九龙湖度假村 40% 的股权，标的的起拍价5000万人民币，每次加价1000万人，请各位议价，有没有议价？有了，三号议价5000万元，有了，2号6000万，7000万，7000万在左边，8000万在前排，15号进门人，8000万，8000万，9000万，7号，7号，现在场上最高议价9000万，1亿，8号出价1亿，下个价位1000万，有没有议价？各位进门人还有没有议价？各位进门人还有没有议价？有了，3号，谢谢，3号进门人，1亿1000万。1亿5000万，1亿5000万，哇，这么八号就买人出价，1亿5000万，谢谢八号。妈，您慢点，您到了那儿，千万别激动，这是医生再三嘱咐过的。我知道，快点，我们一定要赶到现场。这边，你可千万别激动啊！啊，我提醒一下各位进买人。现在标的很高，从5000万杀到了1亿5000万，连续飙升，请各位竞买人谨慎出牌，冷静出价。还有没有继续竞价？1亿5000万。朱光哥，我妈来了。1亿5000万，第一次。1亿5000万，第二次。1亿5000万，有了，3号，三号现在出价1亿6000万。这个不能压死他，1亿8000万。好，八个门出的八个，1亿8000万，1亿8000万，第一次1亿8000万，第二次1亿8000万，最后一次，有了，1号。2亿，1号出价2亿，1号出价2亿。